Anna.念想了，那还来干什么呀？哎，哎，俺说，亲家呀，硬亲戚啊。嗨，他本想着攀龙附凤，到头来却竹篮打水一场空了。乐什么呢？这日子狗还乐？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啊，九九八十一难都扛过去了，就差这么一哆嗦了。那么您再多活个三天两早晨的，把我那差事给批下来也好啊，没也好再打发您不是？批了又有什么用啊？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新任的还能把咱撸下来啊？那起码也得让我先新鲜新鲜吧？啊，顶不记得，那履历里也有一条啊，我曾任何官，曾任何职。谁知道我当了是半辈子了，还是十天半个月的？这下完了，连手指头都没湿，押错宝了。那天晚上散席，这寿元抽了风了跑出来，咱就应该顺坡下驴把我妹妹接回来。嫁谁不是嫁呀？现在完了，白染一水。贝勒爷，啊，万大哥，有事儿啊？王爷留下遗折没有？找了没有？遗折必不可缺呀！王爷久在朝纲，历任要职，先后伺候过四位皇上，临走居然对朝政国事无一言，恐怕说不过去。那就是他老人家看破红尘。无话可说了呗，再说了，说了也没有用啊。那也要说，不然别人会说他太不在乎。人言可畏呀。那也没辙啊，就是现把他从棺材里请出来，他还能做文章吗？活事我也没见他做过呀。可以请别人代笔。代笔？这行吗？哎，这可也是成立的。只要回顾王爷生前所为，一生抱负，那就顺理成章了。像晚生等考进士，写文章，也是替圣人代言的。哎呦，我怎么把你给忘了？那就拜托你了。哎，只要贝勒信任晚生。嘿，我干嘛不信任你啊？皇上的大字你都能代，更别提我们家老爷子了。爱写什么写什么，
反正老爷子拦不住了。贝勒爷笑谈。哎，别的我可不管啊，他那遗愿上，你可得有一条得写清楚。哎，犬子寿元，学业未成，嗯，难以供朝廷驱使。哎，恳求皇上恩准，准其重归东瀛，完成士官学业，这条最重要。好。哎呦，姑娘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回来倒好，干嘛呀？仗赶着给他们磕孝头去？咱们也忒贱了吧！你们俩可真沉得住气呀！啊，那边开掉了，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全去了，你们俩可倒好，实打实的亲家哥哥、亲家公，一个都不露脸儿。别人都知道娘家人给姑奶奶做脸做尽，你们俩可倒好，一把一把撕闺女的脸。哎，你先去看看，替我签个到。您干嘛不去呀？你就说我身体不舒服，伤心过度。您身体不舒服，我还不舒服呢，真是。你喝喜酒那劲儿哪儿去了？啊，那天喝的都快成醉螃蟹了，恨不得在长安街上横着走。今儿怎么了？全蔫了？我又不欠他们的。我跟我阿玛说话呢，你算哪根葱啊？我是你大哥阿玛的长子。长子要有个长子的样，你有吗？啊，就你们俩心里那点小九九谁不清楚啊？啊，把我嫁出去，小的想混个阔差事，老的想官复原职，这会儿好了吧？没戏了吧？原形毕露。哼，行，你们爱去不去，有你们后悔的那天。我告诉你们啊，到时候可别长乎脸变圆乎脸，怨我不认识你们。哎，姑奶奶，姑奶奶，是不是寿元有什么消息了？比如说袭福王爷爵？不会的，老头子又不是世袭的铁帽子王，降一档长袭，寿元那空头的背了就算到头了。万一皇上给他一个好差事呢？哼，皇上跟他面都没见过，认识他是谁呀？别做梦了。嘴硬，别改口，让我瞧不起你。哎，姑娘，姑娘，别听你哥的，我这就去。这会儿去还能赶得上豆腐宴。姑娘，那天洞房花烛你过得怎么样？哪有当爹的问闺女这事儿的？爹是不放心，要是你额娘在，还轮得到我吗？那天他撅了烟枪，我是怕他翻车嘛。您那是瞎操心，马勺哪有不碰锅沿的？两口子怎么着也是两口子。没事了，夫妻没有隔夜的仇，我们俩蜜里调油，好着呢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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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就去。有传见着没有？啊？奴才参见贝勒爷。你们家姑奶奶呢？快让她上前头去，有人来了，等她磕下头呢。姑奶奶她回娘家了。这会儿回娘家，她可真会挑时候。哎呦，王爷呀，老天爷怎么就把您收了？哎呀，大秦离不了您呐！哎呦，您这一走，我可怎么办呢？你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啊。我哪儿都没去。哪儿都没去？不信你问婆婆。还撞了鬼了？我可寻思半天了啊，这样下去可不成，咱们得说道说道。过了这个村儿，可就。
就没这个店了，出了这门没地方找后悔药去。这事儿啊，你可得听我的。哎，要说啊，得让三姐挑头，名正言顺嘛。没错，哼，谁也别想吃现成的。哼，你这个鬼灵精。告诉厨房，给师傅们加一餐夜斋。是。姑爷，我们姑奶奶熬了碗人参汤，让奴才送来。拿回去，我怕上火。里头放了莲子，不上火。贫不贫呢？放那。搁下走吧。姑爷今晚还睡这个屋啊？对了，我爱念书。白天念，夜里也念。三更灯火五更鸡，书还有念够的？可是这屋半夜多冷啊。多点衣服就不冷了。还是上房暖和，姑爷回屋睡吧。嘿嘿。丫头片子，这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啊！这番话是他教你说的吧？姑奶奶没教，是银杏自个儿心里想的。我们姑奶奶都过门一个月了，你们两口子还不在一个屋住，叫我们当奴才的可怎么伺候啊？你告诉你们姑奶奶，洞房啊，我是交给她了，由着她打滚折腾，哪怕她放了火呢，可本背了。守身如玉，绝不进去一步。两遍，哼！姑爷，没您这样的。怎么了？哪样啊？还没人敢跟我这么说话呢。在这王府里，如今谁是一家之主啊？我。哼。嗯。哎，也要睡觉了。你还不走啊？要是叫人看见，还以为我把你收了房了呢。您欺负人！哼！是他招惹你了，还是你勾引他了？奴才没有。那你脸上怎么红一阵白一阵的呀？我这儿还守着空房呢，您倒好，动了心思了，给我跪下。奴才冤枉。说，去书房干什么去了？奴才替小姐抱屈，想请贝勒爷回来。那他说什么呀？贝勒爷说，他急着看书，过两天再说。哎，这什么书那么好看呢？能勾魂儿啊？还是能当饭吃啊？哎，那你去那会儿，他是光看书还干别的了吗？没干别的。我才不信呢！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可是我从娘家带来的，不许勾搭着外人一块蒙我。奴才不敢，天诛地灭。那我也得罚你。你去找他，好像我多稀罕他似的，丢了我的面子。修脚带扒袜子的，做倒了行市。奴才没说小姐，只说是奴才自己的意思。胡说！你一个奴才能有自己的意思啊？不行，今儿个了，我可告诉你啊，是你把我搁火上烤的。哎，姑奶奶，姑奶奶，婆婆，婆婆，哎，快快走！我可不想活了，你让贝勒爷把我休了得了。这是怎么话说的？出了什么事儿了？这休归休，不过得给我个话啊！起初之条，我犯了哪一条啊？我是红杏出墙了，还是不孝敬？
你是说，寿元儿不跟你圆房？他要是嫌我长得丑，也得给我句痛快话啊！什刹海没盖盖，上吊有房梁，我自个儿找地儿去死去，不受王府一块地。哟，瞧你说的，你年纪轻轻的，花骨朵似的，哪儿丑啊？哎，要不是这皇上年纪小，你也早选修进宫了，哪轮得上我们家寿元儿啊？啊？那他干嘛不理我呀？把我当顿臭狗屎！我娘家爹问我，我都得替他瞒着。那是你懂事儿，不是寿元挑你。他呀，他不是刚走了阿玛吗？父子情深，他心里那疙瘩呀还没解开呢，那劲儿啊还没缓过来呢。等过了七七四十九天，你公公入了土，他就缓过来了啊。那他心里是不是还有别人啊？哎呀，瞧你说的，绝没有。那他要是瞧上府里的那个丫鬟了呢？儿啊，他一去日本两年，他认识哪个丫头啊？那万一他要是在东阳有了相好的了呢？哎呦，那就更没谱了。他在日本呢，上的是士官学校，清一色的秃小子。那我就信你了啊！这才是好孩子。行了，别哭了啊！额娘，额娘。您还没歇着，儿子。这会儿啊，就咱们娘儿俩了。你得给我说句透底的。你阿玛走了，往后你是怎么打算的？额娘放心，我孝敬您一辈子。不是说我。哦，您是说我那几房额娘？大福晋早就过世了，还剩下三福晋、五福晋，还有七福晋。他们愿意住呢，我都当亲娘伺候着。谁愿意回娘家，反正阿玛也给他们分好了份儿，愿意带的都带走。除了他们呢？还有谁啊？我又没有兄弟姐妹。可你有家有室，有结发之妻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他又向额娘告状了。不在乎人家告不告，说的是个理儿。你把人家娶进门来，往那儿一搁，不管不顾了。这传出去叫什么呀？往小了说这是无情无义，往大了说那可就是不忠不孝了。额娘，咱们当初可是说好了的，娶她就是为了给我阿玛抓副药。现如今我阿玛走了，我该办的全办了。胡说，她可不是喂药，她是个大活人。你不跟她圆房，是不还惦记那东洋妞啊？你门清还逼我。儿子，你这梦该醒了。以前你胡闹，现在啊，你可是有老婆的人了。他算什么老婆？我就没进过洞房。可你拜了堂，宗人府也给记上了，不管是否圆房，她都是你老婆。我只爱花子一个。你就是再娶八个，也得排在她后头。水大漫不过鸭子。您要再挤得我，我就走。你前脚走，我后脚就追到东洋日本去。儿子，如今多少双眼睛都盯着咱们呢，咱可不能让人家看了笑话去。你要是真喜欢花子，那不是还有将来吗？你是背了，三妻四妾的没人管。可眼下这一关，你得先抬抬脚，哪怕是敷衍敷衍呢。我可是答应他了，过了七七，你就得回你房去。啊，这回你可不能让你妈再说话不算话，你听见了没？老爷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
公事太多呀，怎么了？家里来客人了，非要死等。哦，哪个衙门的？没见过。啊。哎，是贝勒爷。哎呀呀，行了，别客气。啊，我那事儿怎么样了？贝勒说的是哪件事儿？哎，就是你给我带笔的事儿。哦，王爷的遗折啊，扫地上去了。听说摄政王十分赞赏，批了八个大字：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”那我回日本上学呢？这个倒还没有实信。哎呀，我的万大哥，咱们满纸文章，下笔千言，为的就是这一锤子呀！你别是漏了吧？哎，绝技不会，那是文章的绝学之处嘛。我和娘已经给我下了埃蒂美顿书了。什么美顿书？哎呀，这是句外国话，就是最后通牒。哦，限我过了七七49天和魁老九的闺女圆房。你算算，这还有几天啊？到时候没有脱身之计，我这一世英名就付水流了。嗨，这圆房是美事儿啊，何愁之有啊？莫非贝勒还有什么难言之隐不成？我一句话也跟你说不清楚，反正啊，我不能沾别的女人。除了福晋，你还有什么别的女人？贝勒爷，啊，来，您请用茶。请。家里没什么好叶子，您就凑合喝点吧。是啊。哇，这叶子啊，还真不敢恭维。老万啊，嗯，你回到府里，去拿几桶明前雨前的新茶叶来，别苦了嫂子。哎，有道是无功不受禄。哎，你只要把这件事儿给我办扎实了，你这辈子的茶叶我包了。哎呦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，一会儿满堂红，一会儿满堂白，这不折腾人呢。今儿可是穿孝的最后一日，满了七七49天了，得再给他们一天面子。启禀喽！启禀！贝勒，万大哥，请平退左右。哦，你们外面候着去。是是是。哎，有消息了。军机处说，圣旨今天就下来。哎，可别晃我啊！千真万确，绝无异议。军机处说，金殿上朝头一起就是摄政王，他可是带着王爷的遗折啊。哎，你赶紧回军机处给我盯着，一旦发下来，你立马给我送回来，我摆着香案接旨了。王爷大病，万生受恩特重，不能不送呀。又不缺你一个，臣绝不可不守。万生非送不可。哎，你是顾死的还是顾活的呀？万生已经交代同事了，圣旨一下，马不停蹄。等贝勒从坟上回来，也许恩旨已经先到一步了。哎，我得好好谢谢你啊。哎，贝勒爷，贝勒爷，请安。给贝勒爷请安。圣旨来了没？快伺候着摆香案、铺毡子，说到就到。啊！快！落轿，落轿，压轿。夫人，请。压轿。我来。哎，你干嘛？奴才帮贝勒爷搬家呀。嘿，你可真有眼力劲儿，你知道往哪儿搬呀？净瞎操心。贝勒爷啊，贝勒爷，贝勒爷！哎，圣旨来了。贝勒爷，您快瞧瞧去吧，
三福晋跟六福晋闹家务呢。啊？这老王爷留下的家业，人人有份儿，干嘛非得你把着呀？这要说当家，那应该是三姐当家呀。可不是，郑福晋走得早，二姐也不在了，那论资排辈儿，轮也该轮到咱三姐了。这谁大谁小啊，倒在其次，我也不争那个了。可这人都没了，争那个老大还有什么用啊？可是咱们呢，那全都是寡妇失业的，这事儿啊，他总得讲一个道理呀。就是，各位姐姐妹妹，王爷临走不是全交代清楚了吗？这房子、地亩，还有那商铺，还有银子，一人一份儿啊。可这些古玩玉器呢？这红木家具呢？还有这细软字画呢？哪一件不是无价之宝啊？嗯，这怎么没分呢？还有这么大的宅子、院子也都没分呢？这些都是留给寿元的，他还得过日子呢。听听听听。那寿元是谁的儿子啊？你们娘儿俩不还是一码子事儿吗？感情你落了个大头。这寿元可是王爷的独子。是你什么呀？说呀，别儿子儿子的叫得那么亲，我听了呀，哼，都牙碜。你牙碜什么呀？有本事你自个儿也生一个。我是没本事，可我也没把那野种硬是抢到自己的名下。你胡说！你问问三姐，她是不是野种？你瞒得过初一，还瞒得过十五？是啊，你瞒天过海，你也差不多了。你，哟，小青儿，嗯，戒指让啊。要是把我阿玛从棺材嚷出来，我还省得穿这身校服了呢。贝勒，我们没嚷嚷，没嚷嚷，是我们讲笑话呢。笑话？阿玛刚刚入土，尸骨未寒，你们倒笑得出来？各位额娘，这就想闹丧了？太急了点吧？你们让我这当儿子的怎么孝敬各位庶母啊？寿元，哎，我在门外都听见了。野种野种的，说谁啊？谁说的？他们都没说。啊，是啊，我们谁都没说，是吧？没说啊？那我耳朵出毛病了？我们是说，马棚里那匹红鬃马，性子太烈，是个野种。怕伤人，我们想把它卖了。留着，福王府还没混到秦琼卖马呢。你们都听着，六福晋是我亲妈，往后好好过日子没事儿，谁要敢欺负她，她可有儿子。贝里爷，贝里爷，圣旨到，快去禁止。哎，贝勒爷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摄政王奉皇帝旨意，预备了寿元、福郡王，经营四朝，有功于国，鞠躬尽瘁，令朕痛心，已奉皇太后懿旨，格外加恩后人，着寿元承袭郡王爵，为寿郡王。王爷，快谢恩呐！还没完呢。钦此。哎，不对呀，还有别的呢。微臣给王爷道喜了。哎，这怎么档子事儿啊？我哪能当得了王爷呀？本朝制度，郡王不袭爵，这是前所未有的艺术啊。王爷，您大喜呀！您得赶紧进宫谢恩去啊！我找摄政王去。哎哎哎哎，快来！
住王爷！哎，你还穿着校服呢？啊！快换衣服！快快快快快！换衣服！王爷更衣，换吉服！快点儿！快伺候我，姑爷成王爷了，我该穿哪身衣服啊？就穿拜堂那身吧，一水还没下过呢。那身多没品级呀！即便是有品级，也过了时了。哎呀，如今咱得穿王妃的礼服啊！快快快快，给我带路，找我婆婆，找我婆婆借身衣服去。哎哎哎，姑奶奶，您可真争气，光宗耀祖啊，天恩浩荡啊！不，哎，阿玛，规矩规矩。微臣参见王妃。下跪何人呢？臣英海，王爷的大舅兄。杏儿啊，咱家有这么个亲戚吗？甭查别的，就查给老王爷吊孝那天的门册。有呢，就有这么个人儿；没有这么个人儿呢，那就是冒充。给我打去个！势利眼，现世报。哎呦！您就别这敲锣边了，还不替儿子美言几句？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啊！王妃福晋，我的亲妹妹，哥哥我把那肠子都悔青了。您愿打愿罚，哥哥没二话。我还指着王妃栽培呢。一个小小的郡王，一抓一大把，又没个十缺硬把子，栽培谁呀？别指着。哎呦，这王妃，话可不敢这么说。郡王袭爵，那可是大清的头一份，这才是开始。我敢打赌，摄政王要是给他一个好差事，他那运气，这城墙都拦不住。这还用你说？将功补过，哎，大庆三天，戏提调是你的差的。三天的戏，不用王府上掏赏去，全算我孝敬的。你可别拿那歇工破戏对付王爷啊！我把那四大徽班的好角儿一个不漏的全给您传齐了，让他们把那压箱底儿的看家好戏全拿出来。还有那于子龙于老板，于子龙的大咒，这还差不多。刘妹，你们这是？六姐给您道喜了，大喜呀！是啊，同喜同喜。这王爷也不是我一个人的，儿子也不是我自个儿的。六妹，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。您是寿王爷的亲妈，我们可不能隔着锅台上炕啊。我是他的亲妈，谁认可呀？哎呦，这姐姐还生我们气呢！您呐是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宰相肚里能撑船呐。那什么野种野种的闲话，那可不是我说的啊！你说我这进门才几年，我知道什么呀？你不知道，那谁该知道啊？我早进来几年，就该有罪了。别以为我什么都听不出来，听出来又怎么样？老王爷在世，你仗着进门早，总压着我们姐妹。如今呐，是寿王爷的天下了，姐呀，咱谁都不怕了。我撕了你这张嘴！我怎么？行了行了，别打了别打了，别把这命符撕坏了，儿媳妇还等着穿呢。我，哎，六妹，命符我有，我给寿王妃。我那身新，穿我的，谁的也不能穿。哼，谁的都不能穿。大庆那天，咱们都是按品级穿戴，哪个有富裕的？再者说，咱们姐妹们可全都是侧福晋，人家王妃那是正主。三姐，您的意思是？我把咱们大姐郑福晋的这事儿请出来了。日
月雌雄媪，山河地理群，这才是王妃应该穿的。恭喜王爷！王爷，恭喜恭喜王爷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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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这就是啊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回府了。摄政王怎么说？王爷，你可把我坑苦了。哎，不过王爷，王爷，摄政王不准。不过王爷，我是烧香引进鬼来了。不过王爷，郡王没私了，还封了我个御前行走。朕又得恭喜王爷了。喜什么呀？这好比一尺多长的大钉子把我给钉在这儿了。御前行走得当差，得站班，得白天黑夜的伺候皇上。我还回得了东京吗？哎哎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这是您受朝廷恩宠，要大用啊！干嘛闷闷不乐的呀？我还问你呢。摄政王说了，这旨意一早就下到军机处了，你也早就知道了，你还跟我装蒜，拿蒙人的话对付我？哼，可笑。我还口口声声叫你一声万大哥呢，这叫什么桃园结义啊？哼，八兄弟，臭狗屁人呢？微臣有下情回禀，请问王爷，您为什么非要回东京不可呢？你管不着。当初求学东瀛，无非是三年学成报效皇家，如今朝廷已然让王爷报国有门，用武有地了，何必再去呢？你懂什么呀？三年叫毕业，两年叫肄业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让士官学校给开除了呢。请教王爷，即使您从士官学校毕业，又有什么前程呢？按规定，少尉排长。可你已经是大清的御前行走了，官居极品呢。还管什么毕业肄业，何必计较个排长少尉呢？嘿，合着你盼着这个呢？我算是瞎了眼了，我托谁不成啊，偏偏托了你。你惦记着我混好了，跟着我攀炉扶凤是不是？你压根就不乐意我回日本。王爷，士可杀不可辱，万某不是那等小人。你不是那等小人还是大人不成？我算看透你了。万某告退了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不送，往后甭来往，别让我再看见你，堵心。什么东西？来人！王爷您吩咐，告诉门上，万年青再来一概不见。这，奴才没给王爷道喜呢。哎，去去去去，出去！王爷大喜！哎，怎么怕什么来什么呀？让我清静清静。给王爷道喜！给王爷道喜！给王爷道喜！全躲开我！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就缺你们俩了，这把牌就算胡了。哎，哎，杏儿啊，你快，你让他们都出去，上我那院等着，我替王爷发赏啊。是，徐总管，跟我来。王爷。哎呀，还有你们俩，你们俩该干嘛干嘛去，这儿不发肉包子。不要辞官，非辞不可。生平从未受此奇耻大辱。你真不想当官了？也好，这帮子皇亲国戚难伺候着呢。可寿元寿王爷是不同寻常的皇亲国戚呀。他正值年轻有为之年，又游历外洋，见多识广，中兴大清应该落在他的肩上呀。你看看我这撮头发，是不是乱了？油光水滑的。嗯，那你看看我这眉毛，是不是一高一低，一粗一细呀？没有，都挺好的。哎呀，
双喜临门呐。可是，你说王爷干嘛发那么大脾气？谁招惹他了呀？谁敢招惹王爷呀？啊，那要不就是官升了，脾气长了。杏儿啊，回头他来了，咱俩全顺着他啊，别扫他的兴。男人嘛，要没点脾气，那还算男人吗？是吧？王爷今天准过来吗？今天已经过了七夕了。可是说话那会儿，他还不是王爷呢。啊，那会儿他不是王爷，可他是我男人呢。王爷，王爷。王爷不见了。哎，站住！来吧，饭宴还骑马？你好大的胆子！你不要脑袋了你？我有急事要出城。将，内九外七皇城寺，这会儿哪个城门还开着呀？别打哈哈了，给我锁了。胡闹！我是福王府的少尉了。哟，少尉了，少尉了早就封了王了。你像吗你？哼，我瞧你倒像个革命党。来啊，把他押回衙门，打入大牢。再不改口的话，打出他肠子来，锁了。飞扬，三更夜。